喜欢我。上次把女大学生惹生气了，结果如果我今天不来找你，你是不是打算以后都不见我了？熊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谈恋爱？哎，不是，我那是，对不起，李磊，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我真的就不能总接受你吗？我钱挣的不多，存的也慢，有时候真的只够解决我自己温饱。道理谁都懂，是这样，可谁又不是因为一个不甘心？我真的不想耽误你。我没觉得你耽误我，可是目前情况来看，我真的不够优秀，我配不上你。那你就努力变得更优秀啊！谎话说给我也在努力变优秀，偏偏人不真的太贪心，想念。没牵动我自己，所以我回来了。我不赞同你的想法，但是我理解你。我劝你改变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说一些伤我的话，行吗？我愿意跟你一起经历回忆，彷徨的四季，也用心去感受心境，感受情绪，拨动那韵律。等天气跟你一起一路远行，看最美风景。我和女大学生逛街，故意看美女看被发现。你怎么不叫我一起看？啥呀？是我忘了美女啊？走啊！你眼睛都看直了。其实我也觉得刚才那个女生很漂亮。不是，这是个韩流歌曲吗？我错了。你没错呀，人家长得又高又瘦，身材比例也好，你喜欢看很正常。谁说的？我觉得你最漂亮，你最有气质了，没有人比你好看。那你不是在看她吗？我以后我只看你，爱看不看我才不管。哎，你是不是吃醋了？没有吃醋。你是不是吃醋了？没有。到了，你上去吧。你再等我一下，马上下来。啊？你干啥呀？哎，你这……你熬什么？我想吃东西，不行啊。不是你想吃东西，你想吃东西，光换衣服是不是的？我那身衣服出汗了，我还不能换身衣服啊？换衣服能换啊，当然能换了。我看你啥时候嘴硬，还说自己不吃醋啊？我吃醋怎么了？我就是吃醋。我吃饭了。哎哎，不是你等会儿，那个，你把这衣服盖上。那、啊、快快快！哦。你傲啥？你傲什么？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傲什么？干啥？那我以后就穿给你看。啊、我看的可多了，以后。我想都想不到。你跑、啊！女大学生聚会喝多了。名字非要你来，就叫不叫行？那啥，叫你吧。啊！哎，我打她闺蜜就这么走了。嗯，李磊，你怎么来了？不是你叫我来的，你自己都忘了。嗯。那你陪我喝酒吧。我还喝呢，你喝多了。我没喝多，我酒量可好了。干杯。你别晃呀。我没晃，你抓着我呢。走了，我带你回家吧，你现在都站不稳了。我能站稳啊。你怎么啊？哎，你干嘛？你我没喝醉。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说自己没喝醉吗？喝醉的人才会说自己没喝醉。哈哈，你也知道。好了，走了，回家。嗯，不要。你们去哪儿呀？你去哪儿啊？送你回家呀？去哪儿？만생각하니하려하니더는이제는그만난내걱정보다더큰사랑인거야다짐을잡고받는너의의심앞에서도난그렇게몇번씩나의속에서이렇게나는너에게아내야속에서있는데뭘어떻게난더이상하겠어날이제는그렇게몇번씩나의속에서나에게말해줘사실을말해줘什么呀I like sex with my ex.
他对我说出了我喜欢你，但是我好像承受不住，连你现在的生活都达不到和他怎么样，你就吃我喜欢吃的小龙虾啊。你有什么，你能让我先去吃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拜拜。李磊，哎，你怎么来了？我没有，我就是有点事儿，我先走。你是不是不开心了？我没什么不开心的呀，我没有啥资格不开心，就是确实有点小事，你快回去吧，我先走。李磊，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我说了我没什么不开心的，你听不懂吗？再爱的回归线，对不起，我刚才确实没压住。我刚才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对话了，我觉得他俩说的一点都没有错，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真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咱们两个确实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真的不要再。我们俩对话，你应该也听到我说我喜欢你啊。谢谢你的喜欢，我配不上。为什么就这么懦弱？对不起，我今天……哎，哥，咱们这身体医生说必须要做手术了，那手术就去做呀、啊，该手术就得手术。你需要多少钱？医生说得30000呢。30000？行，你就跟医生说我们做，这钱我到时候打给你。嗯、我现在还有点事儿。过两天我回去，你照顾好咱吧，我挂了啊，拜拜拜拜。你是不是需要钱？我给你。你不用那么嘲讽我，你也听到了，我家现在是筹钱去救命，你们家是有钱去挥霍，咱俩真的不是一路人，我进不了一家门。说这样的，我不想成为你生活的绊脚石，不想影响你去追求幸福。你什么生活？你还不行什么？你别管我，你滚！他就一直在那待着。我，要不你先起来。李磊，你是不是不生气了？我从来就没生过气，就是有些纠结。你不生气就好。我这卡里有40000块钱，你拿着吧。什么都不重要，治病最重要。深深藏在我的心里面。昨天和女大穿了情侣装，今天又一张朋友发消息给女生说我发烧。你说我那么说的厉害了，故意阴阳他。那你都那么说了，那我还能走啊？正好给你带了感冒药，一会儿吞下喝一点。还行。你都进来了，咱俩有一个接触，就别再口罩了。你不戴口罩的样子真好看。你家还有人啊？啊？哪有人？我进去啊！现在没人了呀。嗯，我换不换鞋呀、啊？小样，看我怎么拿捏你！哎，大夫药喝了。行，时间差不多了吧？看多少度了？我现在没手啊，要不你帮我拿出来。行，去吧，去吧，确实发烧了。哦，就发烧了。你快把药喝了吧，别举着了。哦，这太烫了，喝不下去了。大夫，你给我试试。我没有安全感，我他妈还想不行？嗯，手不行，给你拉胳膊。
一见钟情是我最不散的执着，两情相悦如何，哪怕就几分钟，我想要听这歌，跟你聊聊星座，看电影。哎，你要不起码就别回来。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欢迎你进来送我们生辰馆。喊一声被发现。我没有，我刚才真的没看别的女生。再说了，我为你也是职业女生，还不拿给你？不行啊，我问你个问题，就是你们大学生开学是不是有很多男生给班请愿？那当然了，全都是帅哥排队等着了。还有还跟我玩这一套？那不行。你干嘛？我这得说说你啥？咱俩就是好朋友，没有什么主张可以宣传。不是，那我要是告白呢？告白，那就看你表现呗。我行，那个，我来了。刚你看搬不动兄弟们踢我，你看不起谁呢？就这么个行李你都能搬动，我搬不动吗？你是我最真的是你这里边装啥了？你装啥呀？ 啊不是不是，你这么有劲吗？是你不行吧？我不行。有机会坚信你总是不要，明天我就走了。不是，你不请我吃个饭，我干嘛请你吃饭？你不是来看别的女生了吗？我，你让他们请你去。我看谁了？我没有看，我就是试探一下。嗯嗯，你试探我一下，我你承认啊？我承认，我就试探一下，看看你什么态度。这不是主要是大学生里边那么多男孩子，你又长那么好看，那我不就宣示一下主权，这表现一下吗？试探试探，你把手伸出来。然后你把手伸出来。哎，给你。哎，什么意思？我们女生也会吃醋的好不好？你以后带着我小皮筋儿，不准摘，不准摘，不准摘。我的爱全部看错，端汤哦。今天来女生宿舍帮她修水管。你先等我一下，我进去收拾一下。啊，我一会儿。不是，哎，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错过了？下了。你衣服都湿了，你换下来，我给你洗了，你再拿回去吧。哎呀，不用了，你衣服我也穿不上，我们走了，没事。哎，你等会儿。啊？走了。这衣服男生的，不是啊，没事，那个给我，我去哪里放？这里啊，你在这放。哦，行，好。怎么样呀，大小合适吗？让你看。啊，我试一下啊。快点。真可笑，这前男友连身材都跟我一样。哼。他填个台词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什么？啊？你出来吧。编个理由还有这么长时间？什么？以前装起是我追过。你又说什么呢？你这衣服怎么跟我的一样呢？你刚才衣服淋湿了，我顺便送你一件，这个不是，那你之前不是送过我一件了？那之前那夏天那么热，你多穿两件怎么了？你出汗勤换一点。好了，你走吧，谢谢你帮我修水龙头，快走。你是不是觉得就是想和我每天都穿西装呢？有机会忘记你的脸，直到忘记了时间，直到忘记过日。你们继续。那要送给你的戒指戴在小红身上，看看他的反应。给你摸一摸。走吧。有点不高兴了。你拧不开了。拧开，哎，给我吧，我来给你。那，给你拧开了。不要了，不渴了。哈哈哈，已经不开心了。怎么突然又不开心了？
哦，变心了，爱喝绿茶，是不是？咋了？我是觉得我有点累了。你刚才不是在那休息了半天吗？怎么就累了？我是说我跟你，心有点累了。啊？啥呀？怎么就累了？怎么了？不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走了？我刚才都看到了你给我递水的时候。啊？看到什么了？你戴的那个戒指。这不什么都没有吗？我刚才明明就看见了，你每次都这样，我都已经点出来了，你还要骗我？真的没有啊，我明明就看见了。你要不喜欢我，你能不能别来打扰我了？这个，你现在撒谎成本都这么低吗？从地上随便捡一个，你就说是刚才的戒指，你不觉得很搞笑吗？不是，真的就这个，我刚扔了，我不用了。你把你的手给我伸出来。嗯？怎么了？你的手突然肿了，戴不上了？骗人有意思吗？睡了没招了，那非得让男朋友来接她，这不让我给你打电话吗？交给你了，我还上面还有人等着呢啊！走了，别，谢谢啊。雪阳，难受吗？先喝点水。走了？啊？走了？哎，不是，你没喝多？我怎么可能喝多呢？这口舌话，你哎，你那个带水了？不是我说，不是你这大老远的叫我来接你，你又没喝醉，搞什么？干嘛？不愿意接我，那我自己走。不是，哎，你搞什么呢？你装什么？干嘛？你管我？这你说你现在走了，你当我婆怎么了？那谁叫他忽悠我呢？就我们两个女人，他叫来一大桌男人跟我们一块儿喝酒，我只能装醉让你来接我了。别说小杨，你还怎么了？你有点东西啊！哎呀，那当然，小心点啊！小心我把你妈整个这个出门，把你骗走。骗走？怎么是我说你胖，你还喘了呗？啊？哎，那你不愿意跟男生吃饭，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别瞎想。怎么了？走吧，走吧。干啥？今天给你一个机会，好好表现一下你。哎，不对呀。啥？这刚才他说什么？就我是你男朋友，是还说这是你告诉他的，怎么个情况？没懂呢。我不是找个借口出来吗？为了哦，就那找借口的话，你说这是找朋友也行，又非得男朋友吗？那不是那个男朋友比较好带走吧？哦，就必须得找男朋友，还得是我。啊不是，就是。啊我身边又没有别的男生，就你一个，然后他也见过你嘛，见过你，默认你了。别笑了。哎，那要不你叫我是男朋友？你别瞎弄。你不叫？不叫。那我哎，这没多呀，叫不叫？我先欠着。欠着？那我叫。哎。嗯。你。不要快啊！叫男朋友。哦，哎，女朋友。Thank you.
喜欢的女孩子三观真的超级正，我请客吃饭她就会请客喝奶茶，而且她自己的东西都会自己结账。爸，你跟我出来怎么你自己还要花钱？我跟你出来我怎么不能自己花钱啊？我想买的东西当然我花钱了。不是，你们女生叫我们男生出来就应该男生出钱，再说了你们不是想让我们买单吗？谁说我们想让你们买单了？我就是想让你陪我而已。那不都是这样的吗？谁说都是这样子的？你这什么理解？这道德绑架，我觉得你莫名其妙的。不是，主要是你看你们叫我出来那就给我机会，我叫我出来这机会好好表现。谁说叫你出来是给你机会的了？再说我买这东西跟你有关系啊？跟我有关系？因为我是说我买这个东西跟你又没有关系，是我自己想买，我自己喜欢的，但是我买凭什么要你给我结账呀？而且我叫你出来玩不是给你机会。创造机会。你现在是在跟我表白？不是，是不是要告白了？那是吗？再说了，你的钱在结婚之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没有什么应该给我们女生花，我觉得你更应该给你的父母花，那样才有意义。就是我是觉得你觉得我们女生有手有脚，我们也可以养活自己的，也能养活你。但是、你刚才抢单的时候很帅。哎呦，那哪里帅哪里帅？有种被爱的感觉。我想背斗去一遍坚定的证明，浪漫宇宙隔着光你拥抱你。今天你拿手机被锁了？说实话，把你手机给我。不是，你干嘛呀？我睡觉不老实，把手机锁了半个小时，无聊死我了。把你手机给我吧。呀、我手机这么老远，我不敢、你就给吗？哎，你这苹果不是我昨天刚发的照片吗？我就是用我女朋友当了女朋友。我才不是你女朋友呢。你现在给我说的对不对？不，我给你找个更好看的，就是挡住我的脸了。行、你这承认了。你密码多少？我密码我手机号够。不是，你记我手机号，你记那么熟吗？我没记你手机号，我就是对信息比较敏感，我过目不忘。过目不忘？那你闺蜜手机号呢？干嘛？你问我闺蜜手机号干嘛？你记不是过目不忘吗？那你也不能问，我告诉你。你敢不敢让我查你手机？查呗，为啥不敢呢？行，微信。看就行，我微信没别的用。照片看呗，全你。你怎么把我拍这么丑啊？我练。抖音看就行、看全你，全是你的，你信你。我昨天发的作品你怎么没收藏啊？那你恶心收藏，你忘了？没有收藏。看你浏览器。不行。干嘛？看你浏览器。浏览器的精力真的不一样。我看看。哎呀，男生浏览器是不是真不一样？看看你。不是不给你，没有秘密啊，真没有。我发誓，我要有秘密，我都拿到账号。那你给我看看。浏览器这个不行。哎，不是这。整个地球就是你的眼神最最可爱，只要靠近一点，看一眼，心跳就在。原来小杨身边一直有一个男生在保护他。今天雨下的很大，过去接他，没想到另一个男生先到。是啊，人家有豪车不坐，凭什么跟着我这个穷小子打一把伞？还是别回头了，装没听见。你怎么不理我？哎，这么丑啊？是来接我的吗？我不是啊。你那个是你朋友吧？他叫你了，他非要送我回家。哎，这不挺好的吗？他有车啊，淋不着。那你呢？你不来接我吗？我肯定不是啊，我都跟你说了，我出来溜溜。对吧？哎，他正好不有车吗？咱俩再说了，非得挤着一把破伞，我那不傻子，对吧？那你要是说你是来接我的，我就跟你打一把伞。我不愿意。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不愿意。
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只是我怎么能阻止你去选择更好的选择。不是你干嘛呀？你刚才不坐车走了吗？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坐车走了？不是我刚才，你别管我了，你又不是来接我的。哎，我是来接你的。刚才为什么说不是？我就因为他开了个车重要吗？车重要还是我重要？你重要，肯定是你重要啊！不重要我还接你。我喜欢谁，我跟谁走，我可以自己选择，不需要你来施舍我。你真的喜欢我？我喜欢你。走吧，又是咱俩了，有女朋友都被接走了，咱难兄难弟，下一场。今天我就不跟你在一块。不是，你搞笑呢？不跟我一块，跟谁一块？我这个。你等什么呢？我再拉一点。一个来接我的女朋友。是啊，咱仨一起下一场呗。不行，他今天有点不方便。啊，我今天不太方便啊。走吧。啊，洗好了现在我们去吧。啥？而且。你今天太给力了。怎么了？你没看他那个表情吗？我赢了，他输了。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是奇奇怪怪的。那当然了，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就必须得赢。那是我来接你高兴，还是我配合你让你赢了你高兴？那当然是你来接我高兴。我才不信了。我真的，我发誓，我发誓。行吧，那我信你这一次。嗯，走吧。去哪儿？不说了，你有事吗？快导航。我们学校这点都关门了，我来接你，去你家凑合一晚上。夜色多美，别浪费，邀请你去晚风里沉醉，让风吹走整个盛夏的炎热，只剩你我还没。今天约他出去，没想到半路下起了大雨。别等了，咋走？这雨太大了。哎，拿这个。这个咋劈啊？没法弄。能劈，我给你。我来。哈哈哈！谁的？你在这，我在这。不是，这怎么弄啊？绝对行，别等了。不是你转过去，我转过去，而且演示演示吧。你转吧，你骑车你不。然后我就这样，然后呢？然后咋？然后你说话，然后我就走了，出去走了。爸，我给你打着，我在这儿，我给你撑着，我刚才有点空。我走吧。能行啊？能行。你这个太矮了吧？走。不行，找一定要挡雨，我的挡雨遮雨。那个冷吗？你把这个披上。那咱俩一块披吧。啊？咱俩一块披。你进来。进。我不好进啊，太小了。你挤挤不就行了？那不挤了。那个，我要是有辆车，就不会让你进去。干嘛啊？突然这么伤感？那要是有车的话，你可以坐在车里了。你看，人都不会淋的。主要是我是一台小破电车。那本来今天也是我叫你出来的呀，淋雨也是我害的。谁知道突然就下这么大的雨啊？对不起啊。让你淋雨了。这会让我们关系更进一步。啊？啥？走吧。啊？不是啥呀？我们直接一起走吧。不，这下雨了。哎，没事，来吧。哎我，哎呀我这啊这这，那咱们就这样吗？那淋都淋了。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
的舞鞋。我数一二三，咱俩一块跳。我来准备走，一二三。你说吧，这个腿有点小。请女大学生来家里坐坐，万万没有想到没回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我去，咋了？你家还有别人啊？怎么可能会有别人？一逼你进来，我觉得没人，又有人在吃。我又不在。你说你是这家女主人，你怎么可能不在乎呢？哎呀，好，不是，你就这么招待客人呢？不是，这一瓶水啊，不，啥呀？我这都准备了，你看，我这不薯片，还有各种各样的可乐。我不喝可乐。啊？我喝东方树叶。东方树叶，我你忘了？我忘了买了这次，下次一定。哎，一会儿我带你出去吃，咱顺便买。出去吃。啊，你不做饭呀？这次我啥也没准备，下次再下次一定。好吧，我还没吃过你做的饭呢，下次可以做。行，不是我发味了，我就不跟你抢，你抢啥？今天还早，咱们看会电视剧呗。行啊，哎，你想看啥？我给你。我要看《蜡笔小新》第六季。第六季？嗯，我找一下。那个，我去一下幼儿园。你咋不去了？这饭点还早着呢。怎么忽然生气了？咋了？谁惹咱家大小姐生气了？是不是那个叫李磊的？你说，我揍死他，行不行？这要咋了？男生对刚满月女生真是没有抵抗力。你不知道谁说的？我完蛋。我还在投屏呢。我刚才就是刷到那个视频，就刷到而已，没别的。嗯，姐，哎，雪阳，完了，不会闹大了吧？我只想爱你一万年。我好看还是他好看？那肯定是你好看。想和一个星座球全世界游走，牵你的手我们漫步在这小地上。好男人必看，这样的身材你能坚持看到最后吗？点赞收藏就记好兄弟吧。第三位。第四位。一走。第五位。第六位。加彩蛋了。 Kick drum bass
kick drum bass, kick kick drum bass, yeah, kick drum bass.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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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s up, everybody. Oh, I'm in the dance and you want to dance up. When you hear the reggae music and you put your hands.家里给我寄了点玉米，本想给女大学生送，我送他这些，结果朋友和我说，他要是喜欢这个，就说明俩不是一路人；要是不喜欢，就说明你找对人了。不是，我真的觉得我，哎，快点，快点，快点！雷子来了。好，我就把你叫来见见你呗，好久不见了。见见我，咋了？啊？你有啥事？缺钱了？不是缺钱，我可得找你。哎呀，那你不快开学了吗？他给你买点礼物。啊，那个，开学了。不是，你买这些干嘛？你知道多贵吗？不是，我不就看这东西好吗？我就想送给你，因为开学了嘛。我是不是哪些行为让你误会了？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给我买这些？咱俩才能继续相处。不是啊，我没有这么想啊，我就觉得这也挺好的，正好你也开学了，对吧？我就送你开学。我不能收。啊？你不是那样的人。我还有事，我走了。哎，看了吧，玩大了吧，这家。我也没想到呀。哎呀，这你说了，这哎，啊、下来。你咋又下来了？你钱好了，给。我才不要，那是啥？哦，那些是我妈给我从老家带来玉米，我本来是想把这些送给你的，但是太寒酸了。怎么寒酸了？那都是父母的心意，你能把这个给我吗？不是，这些太那什么，你就。干嘛？比起你那些，我更喜欢这个。啊？搬不动，你帮我拿着。若想念是凋谢的雨，顺着枫叶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上次提出让小莹留下来之后，他已经整整一天没有联系我了。我想去找他，结果。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去后也从来不。你不敢来了？我，你这么长时间又不来找我，我不就来找你了吗？你像我谁家男女朋友这么长时间不联系了？你够了，谁跟你是男女朋友？不是啊，哎，那个我那天是不是有点越界了？你是不是生气了？没有生气，我只想对你也不算越界吧。你生气就行，吓死我了。干嘛？你这么怕生气啊？那肯定会很生气啊！你说哪个男生不怕自己女朋友生气吗？再说了，万一你再以为我是个渣男，以后不理我了，我怎么办？谁是你女朋友啊？啊！但是我发现你确实有点渣男的体质。不是我怎么就渣男了？我可是纯情小郎君，行不行？你还纯情？你刚才见来的时候一直看我看，我看你怎么了呢？主要是你太好看了，这要换成别人，我一眼都不敢看。就你嘴甜。妈，我睡着了，你偷偷尝吗？有病啊！哎，坐这么久吗？你们这不是我男朋友？还行吧，你说这干嘛？你叫国彪，交给我，我给你当五万。就你，你学国彪？我怎么了？还笑话？我跟你说，我学东西可快，你比你试试。行，教教你。那直接说不好，我要是学会了，你怎么办？什么怎么办？那我要是提，那咱俩就打赌。我要是学会了，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那提前说好、啊、那要是你今天学不会，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行，成交。好，没问题。表白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熟悉的焦虑都撒在你面前，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脏我快进去了。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当我因为工作原因割了和女大的逛街，忙完后发现她发了好多信息。你好，工作吧，我自己出来逛街了，都立秋了，今天还是这么热。
看麦当劳怎么这么多人呀，我也想去买冰淇淋吃。这个冰淇淋买一赠一，但是你没在，我都不知道给谁吃了。李磊，你别努力了，我给你买辆车吧。哈哈，嗯，这个也不错，哈哈，看吗？好看吗？好看吗？你可以跳舞吧，我们改天一起来抓娃娃吧。你看，你看我发现了什么？你看我收了这么多传单，哎，我都不想去吃，自己一个人吃饭也太惨了。深深藏在我的心里面。不是你今天咋过来了呢？啊，我今天也没陪成你。说，我知道你忙，把你前车都买过来了。啊，我们在这儿吃饭，这样你就不行。妻子不好，今天这事确实对不起啊，你别生气。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你再说对不起我就走吧。啊，好，那你看，你还缺点什么？我再去买点呗。不用了。啊。我缺的东西不就在我面前了吗？今天我们的关系又进一步，他终于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了。只是好像这房子办下来也就400多，主要是离你近啊。但是吧，就是得明天交房了，比我得离你远一点。我牛皮，咱们一会儿给你买个这样的，我觉得挺好的。在同样的年纪，他的异性朋友已经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相谈甚欢，而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不是，你送完礼物怎么没给我听说？咱们俩送一个就行，他给我念叨好几天了，正好当礼物送给他了。那你看多少钱我背给你，我就当咱俩才一万，你还要给我送给你我呀？还不明白吗？人不是想你就行。你别听他的。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他对我真的很好，只是你们口中的钱触及了我的自尊。去个厕所。哎，你这是样板间厕所一会儿。我不太清楚，第一次来，那我应该。我们正好出去吧，反正一会儿也吃饭了，走吧。想要快点到这里。你也久等了。哎，我请客吃饭呗。我也没送人礼物，就当送他礼物了。你看你们想吃点啥？那就吃我家吧，小杨不是最爱吃吗？是吧？哎，可以啊，就吃咱们上次吃的那家呗。那家我觉得。凯宾斯基，你吃吗？我都送你礼物了，你是不是应该请我们吃大餐呀？我不想吃凯宾斯基，我就想吃小龙虾。你们这有啥好吃的呀？我就爱吃。你等我会儿，跟他说点事儿。嗯。有病吗？你畜生女！你搞不懂人怎么好呀？是人一直都输的，我们是受到苦的。大不能忘了他的样子，他忽然就害羞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要牵上他的手。学校湖边情侣真多啊，还都牵着手。哎，行。你干嘛？我就得拉手啊！你看人家都手挽手的，我要不拉手会合群。你别乱动，人家都是情侣。不对呀，就因为人家是情侣，情侣才会这样子，所以我才得拉手。那人家是情侣，咱俩是什么关系啊？你别乱动，我出去。不是，咱俩不早晚都得是情侣，何必这么矜持？哈哈哈，他破防了。白雪啊，你是不是换了新甲片了？我是。贴甲片啊，这是我自己的指甲。哦，是啊，哎，尴尬了。我都说了我没有贴甲片。哎呀，还真是尴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行，我不碰你了，行吗？气死我了，真的好烦了，怎么就牵不上？我牵一下什么？我真的好惨。你起开！你能不能别老想这些有的没的？哎呀，又不是什么过分要求，我就牵一下手，嗯。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在一起了吗？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哎，行行行，我错了可不行吗？我错了。你一会儿再这样，我就不跟你出来了。真的生气了，但
是不会画手啊。哄不好了，我还有招。还不娶我我没事，我就刚才崴了一下脚。我牵着你去哪里坐会儿？行了，我先把你送回宿舍吧，走。你这脚好点了吗？你这没好也不能在这坐一晚上吧，走吧，我先把你送回宿舍，我一会儿自己看吧。那我扶你。你扶了我一路，我怎么感觉好点了呢？那你好的可真快，现在你能搜索了吧。你干嘛？你说你又不是不让我签，你干嘛这么矜持？小二，看你男朋友了。不是啊，怎么都牵手了，别装了。那个是这样吗？干嘛呢？故意放喜欢的女大个子。我今天有个会，突然有个工作过不去了，要不然你就自己看看电影吧。手机响了，很开心的样子，不然就失落了，肯定特别生气，也不知道他现在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深吸一口气，调整了情绪，又原形毕露了，给我发了消息。没关系啊，那你就先去忙工作呗。明明就很失落，还不告诉我。那你就别一个人在哪儿哪城了，早点回去。这傻子，这傻子真的没听出来，我就在附近，躲起来逗逗他。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你不是刚才有事吗？我是不是啊？我是不来跟你看电影吗？我刚才看的也挺难过的。没有啊，没有，谁难过了？不难过，不难过，我怎么了？我刚才正准备把两杯奶茶都喝了呢。是吗？嗯。那你喝了吧，我也喝。不要。怎么了？这杯是给你的。当你笑了，我假装没感觉。是的，哎呀，我有事。快点，我真有事。我走了。朋友这样试探我的女大学生，岂不喜欢？谢谢。这句话现在说可能不太合适啊。不是你前两个借我钱都是什么时候还的？你借他钱了？不是我，他借你多少钱啊？你让他自己说。看着我眼睛，我200啊，不多。啊，我现在还了吧？哎。你这不行啊，咱兄弟多少年了，怎么事还藏着一人呢？你是不是不想还了呀？这不行啊，这不行，借多少啊？20000，年前说借这笔钱去做投资去了，现在可好投人跑了，现在连投研钱都没有，你看看他现在投的这个破人。哎呀，别怪兄弟们不讲义气，那确实是太长时间缺钱了。对呀，你看看你现在搞的，老板，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不是你这我这也不是为你。哎呀，行，你们也是在这看热闹，下。帅经理，您带了两盒烟。你刚才不有事吗？我怕你们不够吃，去点了点。我这卡里有20000多块钱，我先贴还给你啊。不是这个钱，你是从哪儿？那个什么，你还有什么想吃的？你看你点。一点都是。现在发售。那个知道多少？这都已经结过了，哥。结过了。对。什么都不重要，治病最重要。
我放下了自尊，接受了他的钱，因为没什么比亲情更重要。我也没房，如果你打算跟他结婚的话，你的工资你能负担得起吗？我就是想告诉我，别癞蛤蟆想吃天鹅。你也看到他长了劲了吧？就明天没再出去啊。听你听过的你怎么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不用再来了你得你别听我发小乱说乱说哎呦今天你戴戒指你看见那个戒指了我是怕你误会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装出这种样子了好不好你我一拆穿你就找各种理由开始解释我呢就是一个普通人真的不是你们这些少爷公主玩弄的玩具不要再玩弄我感情了不要再出现了好不好我没有玩弄你的感情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你不是如果我不这么说你我不戴那个戒指是因为我怕他跟你说了什么你会不开心你会误会那就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玩具我就对就是因为他是你发小送的你一直戴着你懂什么意思吗你这一直在变相给他机会你不是的我现在打电话不用了我不想跟你说你在说什么呀就是字面意思我不想再有了好吧没有什么对了这个是你借我400块钱的借口我会还给你我借给你钱不是为了让你还给我的你别想这样骗钱了我还所以不就是这个戒指吗嗯你看好了我也不会放心盘点全网黑丝最性感的美女，看完记得评论打卡哦。第一位，是真人我卓凡尘，那卓凡尘我人是人。第二位，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有什么样的情，有什么样的爱，用什么样的。第三位。第四位，把它回到就在我明晓的那给双人双人不不第五位第六位第七位朋友不要试探我的女大学生喜不喜欢我不想听有这一句话现在说可能不太合适啊不是你前两个借我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呀你借他钱了不是我你他借你多少钱啊你要说自己说我200了不多啊我瞎还了吧哎你这不行啊咱兄弟多少年了怎么事还存着一人呢你是不是不想还了呀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借多少啊20000年轻说借这笔钱去做投资去了现在可好投人跑的现在连投研写都没有你看看他现在投的这个笨人哎呀别怪兄弟们不讲义气那确实是太着急缺钱了对呀你看看你现在老板不是你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吃饭不是我说你这我这也不是为了哎呀行你们也是在这看热闹上帅经理您后面带了两条烟你刚才不有事吗我怕你们不够吃就点了点我这卡里有20000多块钱我先还给你啊不是这个钱你是谁不是我要借房子那个什么你还有什么想吃的你看你点一点都是现在发送
路的舞台。哎，那个时候这个车多少钱？这时候已经结过了哥。结过了？对。什么都不重要，治病最重要。我放下了自尊，接受了他的钱，因为没什么比亲情更重要。也没房，如果你打算跟他结婚的话，你的工资你能负担得起？不就是想告诉我，别癞蛤蟆想吃天鹅、啊？你也看到他长了劲了吧？你看没点出息啊？想听你听我的音乐。你怎么这种？你以后不要再来跟我共事。你别听我发小乱说。哎呦，今天没戴戒指，你看见那个戒指了？我是怕你误会。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装出这种样子了，好不好？你我一拆穿，你就找各种理由开始解释。我呢就是一个普通人，真的不是你们这些少爷公主玩弄的玩具。不要再玩弄我感情了，不要再出现了，好不好？我没有玩弄你的感情，不是那样的人，误会我了。我知道你不是，如果我不这么说，我不戴那个戒指是因为我怕他跟你说了什么，你会不开心，你会误会，那就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玩具，我就对，就是因为他是你发小送的，你一直戴着，你懂什么意思吗？你这一直在变相给他机会，你知道吗？不是的，我现在打电话不用了，我不想再跟你说了。你在说什么呀？就是字面意思，我不想再有了，好吧？没有什么为什么。对了，这个是你借我400块钱的借口，我会还的。我借给你钱不是为了让你还给我的，你别想这样骗我关系。所以这个戒指吗？嗯，你看好了。哼，我也不会放心。啊，不是，太快了吧？抱一下。不是，咱俩还没到那，我。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又吸过了多少根香烟？吃过了，爱过了，失去了，才懂不是我，我口啥？这，我不是。三秒。给你留的。你在做什么？来这。唱歌。我真。你说男生25岁应该有多少存款？干啥？你要给我报家底儿？报啥家底儿啊？你不是抖音上现在都说25岁没有存款就不配拥有爱情吗？嗯。都25岁了还没有存款，还想谈恋爱？啊？你真这么觉得？你是不是傻呀？我逗你的。吓死我了。25岁，嗯，那也就刚毕业2-3年吧。嗯。1个月5000的工资，这么高吗？一年的话5000，一年12个月6万。我知道，6万。2年的话就是12万。嗯，那这还是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对啊。你刚毕业得租房子吧？嗯、租房子又得花掉一大部分的工资。嗯，确实是，但是好像生活水平也没有那么高。那也得1000一个月吧？你刚工作，你还要花点钱去打点关系，又是一笔开销。是。要是再谈个女朋友的话，啊，对，你们女生啊，确实挺费钱的。我可不费钱。嗯、啊，对，你特别省钱。干嘛？你又套路我、啊？我可没有，那也得吃饭。哎，你别。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你们男生挺不公平的。嗯。要你们有房，还得要你们有车。嗯，那这不都是应该的？可是这些钱可能父母一辈子都挣不出来，就算挣出来了，可能也只是一个房子的首付。可是人活一辈子，拼死拼活的，那不就是为了那一个无二吗？对吧？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那些东西没有那么重要、嗯、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你真的这么觉得？但是，怎么了？你必须要让我看到你的上进，看到你在努力，别整天盼着天上掉馅饼、嗯，再拉一身饥荒，嗯、再被弄到缅北去、啊。那这样的男生，我肯定不会跟他谈的。
那你要放心，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这点我还很自信的。哦，走吧。干嘛？送我回家。哦，行。想到我跟女朋友还走远。你说啥呢？没事，走，送你回家。那个，你们家彩礼多少钱？彩礼？嗯。你是不是有点快呀？你到现在还没跟我表白呢。我就闲聊嘛，先了解了解，我觉得应该用得到。我们家那边去年的话，我邻居家姐姐是30多万。30万？怎么这么高？我。走啊！干嘛呢？哦，没意思，我就算了一下，我看这三方都感觉不错。说什么了？那么小声、啊？没什么，我就是。哎呀，没事儿，那又不重要，不重要是以后跟谁。上次你害我淋雨，你还没有给我道歉呢，带我去吃好吃的去。那你说吧，你想吃什么都行，什么大餐都行。鉴于你得攒钱的话，就带我去吃小龙虾吧。小龙虾？嗯，我吃到你吐。走，走。其实我觉得彩礼就是体现一个男生的态度，多少的话、啊、我刚才算了，我一个月工资大概5000，去掉房屋水电，我大概能攒下2500，这样的话大概得攒10年。不是你，我知道时间有点久，但是我父母真的都是农村的，他供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工作现在时间上还算稳定，我可以晚上还有周末的时候都出来打零工，我向你保证，你只需要给我3年，我就能攒够。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等我。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我想等到攒够那一天，给你一个体面的告白。这不是你，给我你的。我明白你。啊。其实我跟我爸爸有聊过这个话题。你聊什么呀？我爸说，如果这个人足够孝顺的话，就说明他有责任心，他一定会对我好的。啊？那彩礼的话就可以不要。不是，那不行啊！那这个是态度问题了。那不行！你傻不傻呀？我咋了？哎，不是你干啥的？你结账，那你就又攒下银子来了。这个家人能给我帮吗？好，行，我给你吧。那我帮你。可以啊，我给你帮。